阿静突然不见了。好啦，热闹的都跑光了，又无聊了。他刚怎么办到的啊？好想学哦。你找个姿势试试看吧，真是。边跳边做看看。没有啊，应该也不是这个吧。刚。今天也看陈武在对面这样子跑步啊，超级跳是不是？开启救护车，好啦。呜呜呜呜！哇塞！哎，在干咋？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的了？没有去九人啊？没有没有，去看看，看看什么啊？看啥？想说去北部一点，如果有人在北部发生事情的话，比较快你是不就是也到。很，你是不是也很无聊啊？要不要跟我去抢银行啊？不用不用不用了。没有用。十秒。好久没看动物了，看一下吧。好久没看动物了。开车技术不好，谁？没有，他故意那边撞啊，然后撞完之后就会找其他理由借口啊，盖过去啊，然后这样啊。我记得哦，在这边。那棵树嘞？我在对面。没有路，不可能。路呢？没有路。什么叫碰瓷档啊？前面右转，
边右转。然后再右转，左转，再右转，再左转，就到医院喽。拍点点。哇，这年头救护车那么流行停在这边的吗？没有啊，没位置停了啊。哦，哎，刚阿公一直说要抢银行啊。真假？对啊，一直找我抢，我说我不要。那我在……好的，谢谢你的情报。好好好，慢走。不是那一个阿福吗？对，那是阿福啊。刚不知道他在高速公路干嘛，堵了一个市民。没有，就只有主线，比如说人家抢完银行受伤之后，我们才会遇到啊。或是他们在抢银行的途中，在演习练习的时候出事情，然后去救他。可能就是稍微听到说什么的练习跑酷啊，有的没的，去卖情报，我这情报超多的哎、欸，如果都可以去开酒吧当酒吧老板，该再换掉裤子跟帽子，觉得这样真的很像修车行的哎、欸，很像8+9加修车行。好啦，来玩兔子，小兔兔。好嘞，留在原地，跟随我，过来，过来。欸、他真的在医院都不会理人呢、欸，跟随我，留在原地。过来，不理我。下雨了。跟警察成立情报局，没有啊，我其实也会讲一些情报啊，比如说之前有什么紫金神教在警局玩啊，就跟拉汉说，拉汉警局有事情快来看，然后拉汉说他晚点才会到，我说好吧，应该来不及了，就在帮拉汉找新闻啊。真的，我觉得比较常发生意外的就是车库，那再就是南部这一区，那再就是海岸线这一区，海岸线跑山线啊，那再就是这一区，所以刚刚其实是想来这边发呆，发个呆之类的。汪汪在玩 Monster Hunter， 真的假的？汪汪会玩哦。欸，不过有时候我真的不佩服汪汪，他其实玩游戏真的蛮强的。有些就是那种，就是要那种怪的攻击模式都是很单调的那种，汪汪就很强。就是可能怪啊，可能就是左拳右拳之后就是会僵直一瞬间。啊，那种往往就是都记下来之后，那种
就很轻松的，轻松的在玩。对啊，然后动物鼻子敏感，不喜欢医院消毒时的味道。啊，做的太棒了吧！可是动物都是往同一个地方跑、欸，哎，会在这边一直绕嘛？我觉得这边一直绕很好玩的、欸。白尾，我当时也觉得我不会离开医护啊，因为医护修车，你只要存进车库就好了，利用这个，利用。不是 bug， 利用修车技工免费医疗，不是医疗啊，免费帮忙修理车子，然后就可以买这台车，一直去撞，然后又不用修。不过讲真的，当医护无聊是其次，就真的是如果你遇到那个病患的家属，安。明明就是你是已经照伤势在报啊，然后但家属不接受啊，懂吗？他们想要听的是他们想要的答案，啊，你跟他们讲实情的话，他们反而会更激动。啊，如果你跟他们讲他们想要答案，结果出院就人死掉了，啊，你不是说他好转，他怎么人一就死掉了？对啊，其实我一直在，我真的在演现实的啊，演到后面我都真的心很累，我那天还冲去那个医院楼上阳台在哭，有没有？赛车赚外快，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赌赛车是不是？可是我的设定就是我不能跑山啊，我本身就是会晕车的人啊，自己开车跑山的话也会晕啊。就是这么弱的人，家属跟萌萌，对，没错，一堆萌萌，妈的，那时候他们之前在板桐的时候很活跃啊，结果蹦出那个什么吃霸包、哦，就没有加辣，就把女童打得很惨的那个时候啊，阿萌萌跑去哪里？萌萌根本没有跳出来啊。那时候板桐结束之后啊，爆发那个没有加辣，就萌萌完全没有消息。哇，你对吼，你是兽医，一般啦，动物医院是用，我记得动物都医院用酒精消毒的啊。我每次看他在那个台面上喷一喷，那都用酒精不是吗？再用那个厨房纸巾擦一擦。哦，对啊，我看好多影片都说今天雨突然下很大。家属斑斓对动物一般没什么。萌萌。哦，拜托，那天我在推依依出去晒太阳的时候，真的很想给阿公一拳啊。可是这一拳打下去之后，是真的，我的蛋蛋啊，或我的器官都会不见。好啦，出晃晃吧。我已经三天没有接到单了，单子都让人家去接了，哎，发生事情。怎么了？现在要缴罚单了，1500。罚单1500啊？没有那么少啦，老爸，19600。没有，这是闯红灯，这是一个红灯的假线，你刚刚差不多闯了20个、啊。不是啊，它是十一一个是一千。哦，1800，那这样差不多36000块。什么1800变36000？因为你闯了20个红灯啊。没有连续开罚的吧？你们要叫警察来啊？叫警察！我们就是警察，我们是便衣刑警啊！你没看到我是胖哥哥吗？阿公，你跳一下，你跳。对啊，这胖哥哥本来就是警察啊，你有毛病啊！哎，你把手机放下来啊！
庞哥哥就是警察，他只是现在行动不方便，没有去还。阿明就是阿明，他是庞哥哥。恩明是谁啊？恩明不是胖哥，你这个头怎么有点没那么挺啊？你是今天没抓头发啊？啊，那个你不能让我每天都要龙抬头啊，对不对？胖哥哥没有这么瘦啦。什么？我就是这么胖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？赶紧把欠缴出来啊！36000块。我叫警察了。1800啦。哇，这杯酒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确定要洗白哦？应该这杯酒应该可以抵1800吧？我会再换一个，因为玩过 RP 之后知道也可以这么玩了啊。等一下，那个女的，你在传什么讯息啊？你把她抓起来啊！把他铐起来，摆尸啊！我们这台车也不能绑人啊。不是绑人啊，怎么绑人？把他押回警局啊！原来是绑人的、啊。把他押回警局啊！你个傻子，乱说话、啊，老头。好嘞，好嘞，慢走嘞。说到保安了。行，你想干嘛、啊？快走！应该是想打我。好啦，你们还好没事啊？嘿，小金哥。哎，谢谢你哎，谢谢你收报警，我们差点被敲诈了。刚就看到一在附近，刚才看到附近闹啊，干哦，那赶快过来帮忙啊！哎，不要淋雨哦，最近感冒很严重哦。好，慢走。哎，你有收到我的图吗？哎，有啊，我等一下哦。啊，刚睡醒而已，没关系。哦，这样你更容易感冒哎。对啊，好啦，要看夜景再揪我。好啊，好。下雨天没法看啊。你说再揪吼，你听不懂、喔。行，那、啊、你再打完哦。啊，玩完啦、啊。哦。那你们要去哪里玩？不知道、啊。哦，东绕是不是？好啦，慢走。不要被警察拦就好了。啊，开慢一点哦、喔。白痴，他们开。那位是虎符，他很好，他很奇怪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啊，他是鬼岛里面第一个，那怎么讲？有点难形容哎。就是小猫的话，是因为有来几次之后跟我比较熟，然后就三不五时就一直冲进来说小心肝之类的。然后福福不一样，福福是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什么交集，然后就突然就是说，那以后我来医院聊天，找你聊天这样子，然后就是简单帮他包扎一下，就突然说要跑来找我聊天，然后就是这样认识的。嗨，怎么了？没人？嗯，对啊，回来医。我刚刚帮人家省了39000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阿公在路口拦截人家计程车，然后说身上的阿明是胖哥哥，然后就说人家胖哥哥是便衣刑警，要跟你征收39000。你干嘛吧？我就那个人是谁？你是我爸婶啊！你应该要让阿公他们去弄胖哥哥，这样才有趣啊！胖哥哥？哇，还笑了。我可能又要重开电脑了。我问卷填了啊，心累多一点是蛮快乐的啦，只是很多遇到超难处理的事情觉得很心累啊，像阿公那样子啊，阿公那样子就不太会处理啊。看一个我看一下喵哈贴的哦，等我一下。这对的，我看到 ID 了，这最多了，嘿。哎呦，我看到铁了，喵哈。我这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自己摔死了。直接摔死。白痴。对啊，只是说我可能做医护跟警察以外的被绑的机会就很高很高，
可是就是能演戏的机会变很多很多，就真的是你可以放心自在的演戏，不用考虑说你自己是个医护，有什么话不能说，有什么话不能做。像其实医护也可以去抢劫啊、包毒之类的啊，只是你要在下班之后，但是你有本事就是不要被发现这样子。考验演技哦，嗯，看一下啊，他们有没有公告说什么海啸之类的，好像有诶、欸，我没有 bug 回报区，我被冲走了。